된다. 한 가지 중요한 통지를 하겠습니다. 요즘 들어 강서도 사람들이 자주 드나드는 토에 우리말이 그 개 큽니다. 우리 아내는 고마웠다. 먹을 것은 뭡니? 살려주시오. 군대 들에게 떨궈 왔습니다. 저 비앙크시 가서 볼 차트나다. 한번 놀아봐라. 아버지, 저 선에 사람들이 많이 굶어 죽었다는 게 정말인가? 아니, 아들은 그런 건 몰라도 된다. 这几年，你像二十六岁开始不抢，对，要二十六头咱们相当不顺利。对对对，就是你这运现在走的非常不好，运走低，由你二十六岁开始走的是一个死运，干啥事都不顺利，想哪不来哪。由你二十六岁，想的倒挺好，你事与愿违，现实的生活与你想象的是事与愿违，背道而驰。嗯。你看我这几年能好吗？大的灾难是没有，大灾难没有，都是，这是生活当中这不如意的事情，不如意的事情吧，这始终是不能终止。既然以普通平时的视角展示了中国普通人民的真实生活，作品凝练沉重。具有广阔而真实的悲剧力量。其实你那个片子我觉得也不好，真的。肯定不好，我也知道不好。不是我觉得就是不够好。不，我觉得就是一个片子，你要是以成熟来说它好，我觉得，我个人是，我说的都是个人想法。就要有毛病是吧？不是说毛病什么，就是说你因为它成熟而说它好，那随着年龄谁都成熟。就是因为那个帘子有烧伤的，现在还在呀，烧伤的还在呀。人家那有的娃娃就出来说了呀，当然也是不让说。你现在问那些娃，那娃全都不知道。我不知道，刚开始住院，父母亲问咋回事咋回事，他清楚的很。你后面你再问他就不知道了，为啥不知道了？普通老百姓呀。这是几位教师、学生对当时着火现场情况的叙述。那天着火的是处你在吗？在我们这里是吗？哦，当时着火情况你能讲一下？我国对外贸易去年实现进出口总值2.56万亿美元，国家外汇储备达到1.95万亿美元。刘红说，在我走之前，应该找打我的那个超市的总经理，去要一笔精神损失费。他告诉我，现在都这样，什么事情都可以用钱来解决。我觉得刘红说的有道理，如果这个总经理讲道理的话，他应该赔我一点精神损失费。这还有一个。
开走我就行了。慢点，慢点。啊，好嘞。你们不行，外国人都不行。中国人民真是牛逼起来了！中国人民真是牛逼起来了！Give me the key. Oh, God. Oh, that's a good one.